手了吗？我们今天还没洗手呢。为什么你们没洗手？为什么要洗手？请告诉我。因为 coronavirus， 它会通过空气传染细菌到你手。Oh my god！ 所以你们要常洗手。这样才不容易生病。OK, thanks.